所以姑娘，我想跟你说的是，人应该懂得知难而退。我退不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遇到更爱的人。这话说出来别人不信，我信，真的。佳佳的妈妈呢，已经走了快20年了，我现在还是一个人，我还在等。我等什么呢？我等着有一天我闭了眼睛，我跟她埋在一个坑里。我跟佳佳的妈妈是怎样一种感情呢？我们当初是分配到一个单位的，那自然就认识了，后来就谈恋爱了，后来就结婚了，后来就有了佳佳，后来她没了，后来就到了今天。什么是幸福呢？幸福就是一家三口在星期天的时候能坐在草地上吃吃水果晒晒太阳。真的，你今年也就22、23岁，我想你的父母肯定希望你有一段甜蜜的恋爱，有一个健康的婚姻。你在上海把自己作践成这样，他们得多心疼啊。姑娘，人生的路还长着呢，别在刚起步的时候把自己的路走窄了。别人的生活毕竟是别人的生活，别人的家庭毕竟是别人的家庭，抢来的不一定有自己想的那么好。别在没有见到大海之前就让自己淹在一个小水坑里，你说呢？你们互相之间都冷静地想一想好吗？你们这货都在这放多久了？我还以为你们已经忘了呢。来，这边。那这就是你们的货，原封未动，堆在这落土。那你们这边为什么不给分销出货呢？你们有商品质量问题啊，这我们怎么出啊？所以呀，你别来催我们，回去催催你们的销售部门，抓紧办理退货。再耗下去啊，我们就该跟你讨要仓库占地费了。那我可以带走一台样品回去检测一下有什么质量问题吗？不能。上次你们带回去就抵赖说没问题，等着我们找三方鉴定吧。喂，老徐啊，这鱼摊商务软硬不吃，每次都说找三方鉴定，就这么拖着都快大半年了。我还是拍一下回去找技术部门问一下吧。嗯，你不是第一个来问的了，我们之前啊就查过了，这批商品啊卖出去不少，没有反映过任何的质量问题，公司也没有发出过任何的召回通知啊。那他们为什么一口咬定是质量问题卖不出去呢？借口呗，不然怎么赖账？那不合逻辑啊，他们的产品就堆在仓库，也不做分销，还占着库存付着管理费，就为了赖我们的账啊？那就不是我的职责范围了，你还是回去查你们销售吧。哎呦，昨天自然频道一帮人又上高原了，就为了拍丧羚羊，这看得我牙就一痒痒啊。那你也去呗。谁啊？我。嚯，换密码锁了，这家气质一下子就拔高了。嫂子，嫂子卖出那么天大的好事也不告诉我，什么意思啊？还非得让我从我妈那儿打听，你这是？典型有了钱反而穷亲戚的思路啊。啊，不告诉你你不是一样能知道吗？嘿，嫂子来碗饭呗。好。哎呀，你看我嫂子就是个知恩图报的人，比你强多了。你说你俩能二次牵手成功，谁的功劳最大呀？我不提就不说了，多伤人啊。三个字，感谢您，其他的别想啊。忒没诚意。
嫂子。哎。我最近手头有点困难，我可不是哭穷来的。明白，先给你转10000，能渡过难关吧？嗯，能，谢谢啊，嫂子。嫂子，微信转我就成。行，还别微信，微信有手续费。喂。哦，好好好。我马上就过来。那你不吃饭了，就吃这么点儿。佳姐扣我有急事儿。嗯。我马上过去。那你走吧。那你路上小心点啊，慢慢开。嗯。拜拜哥。老婆。嗯。你就这么随随便便给他转10000块钱，你不怕他有惹是生非啊？说的也没错呀，确实帮了我们不少忙，我们不是还没表示感谢呢吗？哎，你这有钱人的做派可学得够快的，表示感谢是拿钱能表达的吗？我们没多想，咱现在一下富裕了不少，那你弟弟能看着不管呀？谁富裕啊？咱们富裕啊。嗯，我给你算算这账啊，那按摩椅就花了30000，你这又随便就济陈旭给了10000。那天咱俩在商场，少说花了得有4-5万吧，这可都是以万为单位计算呢。就你那版权，一共156万，要照这么花，就变156块了。你自己好好想想，这些钱能造到什么时候？哎，我没这样算过。所以我就说呀，老话讲了，吃不穷，喝不穷，算计不到才说穷。你差不多得了，我觉得你最近有点膨胀。姐，去养老院吧。嗯。好。姐，我这人说话不过脑子，说两句，你千万别觉得我不向着你啊。这事儿肯定是我山哥错大了，出轨的男人谁都不会原谅他，那小三更是人人喊打。但你要说我山哥这人有多坏多花，我天天开车跟着他，看得比谁都清楚。他肯定不是那种心里炸毛七上八下的人，他平时除了工作应酬，总惦记着早点回家，那一般女的在他眼里那都不是女的。我觉得这回可能是因为前一阵子你忙于茶厂，疏于防范，一时走神儿。这就像好学生平时被家长管惯了，突然赶上家长出了个长差，没个把门，出去野了一圈，捅了娄子，自个儿又兜不住，可算把家长盼回来帮他出头了。真的，姐，这两天我看他挺可怜的，挺心疼他的。哦，对了，在这之前瞒着你最大的事就是这个。有时候从公司开回家，在家楼底下，他总拉着我陪他玩上半小时，说把心情调节好了，回到家你和儿子看见了也高兴，再没别的了。我从来不知道他一直玩游戏，看来男人想藏住一件事情就一定藏得住。我怎么还越说越错了，姐？我是想说，山哥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觉得……今天先不去养老院了。啊。喂，啊，你到了是吧？好好好，我现在下来啊。Hello。哎。哎呀，
生日快乐，依依姐。别叫我姐了，比我大六岁，还占我便宜。说了半天送我生日礼物，就这儿。这个是你还了我们的货款，我用提成买的，而且是我除去日常的开销，我能负担得起的，我觉得最有品味的车载香薰了。你闻闻看，你开车呢，闻着它就不会出现你上次那种意外了。所以你这讨好客户的方式也是上一份工作总结的？那倒是从来都没有过。你呢，是我这份工作的第一个客户。我以前呢，就是客户，就是纯粹的客户，是用来完成业绩的。但是我想现在改变自己的这种心态，至少我得自己先真心呀，对不对？否则销售做到最后都掉到钱眼里了，早晚都成事理。这是一直都这么敢说啊？哎，分人，在你面前还是能说点真话的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事儿，我今天告诉你呢，这个年底有展会。我这个月呢应该会下单，你要是有什么要冲的业绩啥的，就给你行个方便了。够意思啊。哎，对了，正好我有件事儿挺想问你啊。上次你跟我说那个得罪你的然后离职的销售啊，是不是叫何小光啊？不是，谁会记得他叫什么呀？反正就都叫他小何。小何？嗯。啊，哎，行吧，那你赶紧回去吧啊，开车小心点啊，有消息我再找你啊。嗯嗯嗯，拜拜。品味倒不赖，还挺好闻。你还做自我检讨？我是真的肤浅。不是的，我只是不想把失败算在别人头上。所有的错误都应该跟自己清算。我不懂婚姻的相处之道啊，但我只知道呢，爱的时候千好万好，不爱的时候千错万错。好的时候，觉得自己赚大了；不好的时候，
就拿错的那一面当借口。人有时候可能就是这样子的。如果说到了今天，其实我对这段感情是不舍的，你会不会看不起我？不会的。你和许幻善经历过什么？感情到底有多深？我们都不知道，没资格评判的。现在睡着呢，什么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一会儿他醒了，你什么都别问，什么都别说。那他情绪还好吗？脾气好多了。你买的什么呀？小龙虾。真的？我烧烤。最喜欢吃的是吗？你醒了？你来了？你是闻着小龙虾的味道醒了吧？有小龙虾呀？啊，对呀，你最爱吃的。哎，我宣布一个事儿啊。姐妹，我发达了，我拿到我卖书的版权费了。真的？多少钱啊？你再猜。五万？我就值这点钱啊？我码那么多字，那往高了猜。五十啊？再往高了猜。一百万啊？哎，你快说说到底多少钱？156万，厉不厉害？156万。又大声小富婆了，对呀，所以姑姑，我说你不要有什么后顾之忧，你我曼妮还养不活一个徐子言呀。一定要摆在该摆的位置上，别到时候出货的时候又找不着放哪儿了，知道吧？知道。啊，你们先忙去吧。你怎么又来了呀？今天我是自己来的，我就开门见山的问了啊，我们这一单是不是销售作假呀？我排查了所有的环节。只有这一种可能，否则说不通。之前的销售呢，现在也离职了，这一单现在属于无人过问，扔给我们应收做消极处理。今天我来呢，也是想帮您解决问题的，否则拖下去对大家都是损失，您说呢？既然你问了，我也不怕承认。当初是何小光承诺我们，只要帮他月底冲了这笔业绩，核算完之后就能申请退货，也不是一次两次合作了，我们就应了。可谁知道这次被他给坑了。他月初拿完奖金走人了，现在没人承认这事儿了，退货无门，老板也生气啊，所以啊，让我们谁都别动这货，就这么耗着。这是我们公司明令禁止的，开虚单呐。那我就不知道了，领导安排，我们也都是办事的。
最后受累的呀，还是咱。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了吧？还是 Frank 就是纵容这种开虚单的行为啊？你就听我句劝吧，不要再多管闲事了。这公司的老板姓魏，但是销售部，他肯定是 Frank 的。好，就算是他纵容销售违规，你一个小小的应收，你觉得你能改变什么吗？鸡蛋碰石头，等着散黄呢。哎，你说我发现了这件事情，能不能算我的武器呀？你想干嘛？我就是希望，最起码他别再给我这么难看的单子了。我觉得他多少会收敛点。哎呀，我就是想安安心心的工作，怎么就这么难？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喂。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好。进来。收拾一下东西，马上离开这儿。什么意思啊？就这个意思。我觉得你不适合这份工作，而且在我这儿你也没有通过试用。哪里不适合？为什么没通过？总得有个说法吧。你交给我的每一单我都追到了。那何小光那单呢？你追回来了吗？是因为这个呀。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追一笔债的问题了，是公司明令禁止的开虚单。你是没想到我会查出来你纵容销售作假是吧？你现在什么意思呀？销毁证据啊？你说的这些我根本就听不懂，我只是很单纯的开除一个试用工而已，没你想的那么复杂。还有，没有证据的事情千万不能乱说。是不是乱说你心里最清楚？公司是有廉政调查部的。廉政调查部，怎么？你想去举报我？凭你，敢吗？现在收拾东西，赶紧走人。我还可以让你体面的离开职场，否则的话，你可能连上海都待不下去。还有，做人做事呢，一定要低调，千万别想方设法的抬高自己的身份，还说什么？总裁范的朋友，你的朋友呢？在哪儿呢？啊，之前你说做过8年的奢侈品销售行业，奢侈品啊，听起来好高大上，不就是站柜台的柜姐吗？赶紧走人，要不然让你哪儿来的回哪儿去。听懂了吗？是。我从前是鬼姐，我现在就是一追债的。每一份你瞧不起的工作里，都是我用正当努力赚的每一份干干净净的钱。我吃的每一顿饭，睡的每一晚觉，都是无比的踏实。不像你，看看你现在这副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害怕了？真要查下去，得多大事儿啊！现在是什么社会？最讲廉洁，最讲法治。害怕的不应该是我，应该是你。没想到你还这么刚啊，真要去举报我？好啊，现在就去。去啊！等一下你出去看看销售部的同志有几个敢站在你这边的。蚂蚁跟大象死磕那是童话故事，你已经成年了。你根本就不了解我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我带着什么样的心情从家回到上海，为了完成这份工作
我能做到什么份上？我给郑理想垫钱不是因为我蠢，是我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完成这三个月。你现在说要因为这个原因来开我，我不会走的。我的 offer 上写的是三个月，就是三个月。我还会让你走。坐着瞧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今天累不累啊？你下班怎么这么早啊？还洗了这么多衣服。我辞职了。你辞职了？啊。我觉得你提醒的对，这些钱确实不够维持太久，所以我就决定辞职，然后专心在家里写作，做一个职业作家。不是，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啊？怎么了？你想干什么，我都支持。怎么到了我这儿，我要把爱好变成职业，你就不支持我了？老婆，不是我打击你啊，你想没想过你那第一本书究竟写的是什么？是，咱写的不是传记体，但是也是以你自己为基础的呀。嗯。这第二本书写得出来写不出来还是一码事儿呢。就算是能写得出来，能卖得出去吗？咱别真把自己当 J.K. 罗琳，你这决定做的是不是有点太儿戏了？我不儿戏啊，我已经问过编辑了，他已经跟我预约下本书的版权了，而且他说，只要我名气大了，以后的书只会供不应求，越卖越好。他这么跟你说，但是在我听来，这就是给你画饼呢。你是不是压根就不相信有一天我能凭自己的本事挣到钱啊？那天你说156块钱，对，所以我要更努力的写，我赚更多的钱，你就不用再心疼这3块2块的了。老公，你是不是生气啊？我没生气，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。真的？真的。那就不说这个了，我们去吃顿大餐，庆祝我辞职。行，重大作家。今天我请你，行吗？吃顿好的。我一直以为只要我勇敢一点，总能把你留在我的夜空里，在我心里永远都会记住和你在一起的每一个画面，所以我能体谅你的难处和退缩。如果我的离开是对你的成全，我会在另一个城市默默地祝福你。我也有最后一个要求，你来送送我吧。我全部的勇气都在飞抵这座城市的时候用光了，离开，我也想再见你一面。别等了，来的是我。你看了他手机，是他不敢来。徐焕山
主动给你看短信。都是女人，谁又看不懂呢？你虽然拖着行李，压根没买机票吧？是，我把这次当成我最后一次机会了。机票我帮你买好了，拿着吧。你替许万山跑这一趟，不会就为了送一张机票？你还想说什么？洗耳恭听。我比你大几岁，的确在你这个年纪也没想过这些事情。一个人活在世上，十八岁之前靠父母养你，十八岁之后靠自己谋生，一日三餐五谷杂粮，医药必体，物能遮雨，直到组建一个家庭，养育后代，往复循环。这些事情都比你身上那朵蓝色烟花要有重量很多。我这个年纪可以不考虑这些。那等到你再遇到一个可以肌肤相亲的人呢？他问起你纹身背后的故事，你该怎么回答？顾佳，我给你道歉行不行？之前是我做的不对，我不应该破坏你的家庭。从我知道蓝色烟花，从我第一次见到他，从我第一次见到许幻山。你第一次见许幻山，他就给了你个创可贴，你觉得这个男人好温暖。可是你知道他为什么会把创可贴带在身上吗？是因为徐子言从小就小磕小碰，是我反复叮嘱他的。你觉得蓝色烟花很绚烂很浪漫，那是十年前我们共同找到的人生方向。你爱上的是这个男人，还是这个男人身上属于另外一个女人的痕迹？挺配合的，每一句话都能击中目标。你是我一直想成为的那种女人，如果没有许幻山夹在中间，我们说不定还能成为朋友。可惜没有如果。你的航班是一个小时之后登机的，如果你想通了，就可以去安检了。后会无期。许幻山，从你和顾佳第一次在鸟巢见面，我就在现场。我现在都恨我自己眼瞎，当初为什么不拦着顾佳跟你好？你知道他有多难过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件事不管顾佳原不原谅你，你以后都别来敲我们家门，我不认你这个人。人什么时候找不着的？中午以后。顾佳的手机关机了。以顾佳的性格，肯定不会做傻事，毕竟还有徐子言呢。他现在关机，肯定就是想自己静静。他要是联系你，来问你能不能告诉我。我知道他安全，我就放心了。谢谢啊。早知今日何必呢？顾佳最近的状态真的很差，但就算这样，他还在检讨自己的问题呢。许幻山，别的我就不想说什么了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指责他给你压力？每次他在要求你之前，都是先让自己做到百分之百的。你是不是应该想想，是不是你配不上他？
把妻子的完美当作出轨理由的男人会不会太低级了？我劝你先回家等着吧，你找我也没用。